酸菜炖粉条，现在这个酸菜有活动，13块多，到时候给咱们发5包，然后1包是1斤的，你就炖点这个粉条呀，炖点大骨头呀，你包点馅儿，怎么吃都好吃啊，烧烤都行。你像我们东北还拿这个酸菜涮锅子呢，特别香。包点那个大包子、大蒸饺。老香了啊，就是那个味儿。能吃酸的咱们头两遍你就直接做就行，你要不能吃太酸的，你就用那个水给它多泡一会儿，它就没那么酸了。都是给切好的这种丝儿，到家直接做就行，特别省事儿。老香了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东北人有不爱吃酸菜的吗？应该没有吧，从小都是吃这个长大的。太香了。